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个一个点，一个一个点。强化几率62%，第一个恢复印章 ，Go， 撒去，62%加一恢复印章 ，Go， 加一，加二几率55%，加二恢复印章 ，Go， 加二，加三40%，加三恢复印章 ，Go， 加三一个，加三一个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第二颗就加三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点，看能不能点到来一个加五之类的。62%机会，加一恢复印章 ，Go， 死去，来来，加一，加二几率55% ，Go， 死去，再来。62%，哎，其实我是不是加三就够用啊？加三好像就够用了哈、哦，可以多换加三的点啊！你要花费8个，我不要这样子，我不要这样子。除非是我真的已经剩下最后8个，然后我身上没有点出一个加三，我才会换。好，然后这个几率40%，加三恢复印章 ，Go， 两颗加三。目前是点了5颗，2颗加3，点了5颗，2颗加3，还可以哦，还可以哦。再来，加一，撒去，加一徽章 ，Go， 哦，加一开始在爆喽，开始在爆喽。好，我们点点看有没有加四啊？加四的几率35%，因为连爆了三个加零的嘛，想说就来看看有没有加四的。来，35%加四守护啊，不是加四恢复印章 ，Go， 加四啦，加四啦。那接下来点身上的，点身上的，难道直上吗？直上吗？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加四啊！加四啊！加四啊！可以！再来！再一颗！加四恢复印章 ，Go！ 下去，然后不行了。加一徽章，下去，这个先锁起来。加一徽章 ，Go！ 加一，然后加二55%， Go！ 加三40%，再一颗加三 ，Go！ 加四来喽，表演是第二颗加四徽章，强化几率35%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加四可以吧？来喽，加四恢复印章。35%， Go， 撒去，算是觉得够了啦，加四就够了啦。虽然说加五比较好，但是我还有其他分身要用啊。好，来点点看，这个的话一样啊，先来个加三吧，先来个加三，加一，加二55%，加二 Go。加三40%， Go， 一颗解决，来，死去，加一徽章，加二 Go， 55%有吧？加三40%，再一颗加三恢复印章 Go。OK， 有，然后进入待定，接下来加一印章，死去！哎，我发现我这个不是加零到加一就爆，要么就是加三到加四爆，哎，
目前的感觉是这样子啊。加一印章 go， 舍缺有没有？加零就不给了，然后要的话就是直上加三有没有？加一，舍缺。连爆四颗了哦！哦，有了，接下来应该这颗应该就会再加三了，55%加二印章 go， 马上打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加一，加二，恢复印章55% go， 加三，来一颗40%加三，恢复印章，来。啊，死去，不太行，还有十个啊，还有十一个，加一，死去，加一，恢复印章 ，go， 四八四已经运气已过了、啊。加一恢复印章 go， 哦，62%也不给哦。加二 go， 加三来一颗40%，加三恢复印章来，死去，变硬哦，变硬哦。死去，加四恢复印章35%， go， 死去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感觉好像逐渐母汤了，逐渐母汤了，逐渐母汤了，62%， go， 对啊。他逐渐母汤了，逐渐母汤了。再来加一，二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加一印章 go， 我33箱里面至少啦。说实在，至少有15箱都是加一、加零到加一就爆了，对吧？连三爆啊，还没结束，我们还有机会上加五啊！最后三颗，加一徽章 go， 连爆四啊！加一徽章 go。加二，55%， go， 加三，40%，再一颗加三，加三印章 go， 有吗？加三，接下来加四印章35%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呢？应该是有机会了、哦、应该是有机会了吧？是不是？来个加四就有机会了，35%几率，加四恢复印章 go， 舍去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就没什么悬念了 ，OK， 舍去，那最多我想一下哦，我33箱里面点到几颗加三的，点到5颗加三的吧，然后一颗上加四。五颗加三，一颗上加四，算还不错啦，算还不错啦，加四不错，加四不错。